社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正一点。来，肯定社这边，来给打个招呼呗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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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跟我们官方打一个招呼。来这里，腾讯社。来腾讯社这边，来再打个招呼。这里看一下。谢谢。王传君，于是走了，我拍了。
范丞丞来了，他在跟哥哥打招呼。我天哪，我也太磕了吧！不能叫，叫什么？床单，别别别！你挥手，挥挥手就可以了。杨子和范丞丞。这是看谁呢？咱不知道，咱也不敢说，哈哈。现在来看完整的一段，免得被说是剪辑过的。